我看一下这里哦，他说 x 呢加 a 减2为这个式子的什么是因式，这样行不行？那麻烦你求 a、b 怎么算？首先你观察一下这个式子，可不可以式分解？可以，它可以分解成多少？x 加2乘上 a 减 1，这样行不行？可见这两个都是它的什么是因式嘛？所以说老师可以知道，马上定它为零，x 用起来。负二代和几代？一代，代下去，余是一定余即零，这样行不行？所以说用负二代代进去，这样行不行？负二三方，负八加四 a 减六加 b 加一一定余几零？用一代一加 a 加三加 b 加一也一定会余几零？所以说老师想请问一下。把这边整理一下，这边是 4a 加 b，这样行不行？负六减八负几？14，加一是几？负几？13，一过来是几？13，行不行？这 a 加 b 不动，可不可以？可以哈、哦。算出来是几？一加三四加一五，一过来五。所以说，老师想请问一下。这时候麻烦你把 AB 联立算出来，相减没掉，三 A 等于18，所以 A 是几？六，A 是六带回去，可见 B 就多少？负11是出来了，所以算出来 A 四是六，B 四是负11，相减答案剩几？17是出来了，各位，可以要把这里看一下。